真美啊，好舒服啊。你笑什么？这到底是哪儿啊？温泉酒店啊。温泉酒店？嗯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在这过夜呀。你看你想什么呢？策划案你也看过了，月亮湾度假村主打的就是温泉，我早就想带你来体验一下了，看看有什么想要借鉴的和需要注意的设计细节。哦，出差啊。我刚才说了我小时候的愿望，你也说说你小时候的愿望吧。我小时候的愿望已经忘记了，但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愿望，我想带你去全世界所有好玩的地方都玩一玩。等到太阳下山了，我就叫你一起吃饭，吃完了我们明天继续。还带着我呀？当然带着你啊。怎么那么慢啊？等久了吧？是啊，都等了你28年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也太多惊喜了吧。只有特别的日子才能给你惊喜吧。只是想给你吧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这会是我最美好的回忆。我想以后我们每一天都是最美好的回忆。遇到你是很繁忙，一见你就心荡漾，没理由怎么遗忘，我已经沦陷投降。或许是命中有你，所有巧合都在一起。要不是因为遇见你，不会遇见美好爱情。我爱你就像是棉花糖，一口咬下却甜在心上。你就像是窗外温暖阳光，让我无法形容。我紧张。